它下面吗？完蛋，然后我跟你说往它里面扔个烟雾，它进去你也看不到它，它也看不到你，就胡乱打。不是，你确定它在下面吗？对，它就在下边。在下面吗？嗯，看到了。他死了，你有肌肉包吗？打那个窗户冒火的那个地方，右手，他在右手里面，右手小屋子里面。呀，你怎么这么穷啊？我的天哪！大梁，这个枪行不行？我去帮王大梁。你知道我们俩刚干什么吗？我们俩双方都看不见，双方都看不见对方，然后就疯狂乱扫。他们两个人在里面打了200发子弹，你知道吗？连对连打了200发子弹，谁都打不到谁的，你知道吗？在烟雾里面。你们在干嘛呀？我的天哪！